不如拆你尊啊，求签不如拆你尊。是啊，那是心中无觅已然之事，我流连雄杰而后，只无拆一里就知影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那是叫红雄花杰木兰庭雄，扯人冷目，藐视人家。
跋筊，跋筊会赢。哈、啊，插你尊。也要酒啊，插火的。老哥啊！叫插你，什么又叫关门了？老哥，你有咩心事？只冒随手写一字，免得相见。啊，插袂成，插袂成。为咩插袂成呢？我多一字唔捌，一话袂写，安尼就叫插袂成咧，安尼就叫插袂成咧。那水嘴说一字也好，水嘴说一字也好。先生，我名叫刘阿珠，是罗珠黑珠哩。插会得出来无？你插会得出来无？插得出，质量插得出。也好，我去甲伊来托你者。请。请问，你插这个字是要问啥代志呢？问官事。哦，是问官。这车里十四位数目成双，来相应敖，车又是阴雷，是阴中之阴啊！来是有会之相，那门卦事啊，急切未通明白啊！明白是也无明白。但是日后有什么是非来三交弟妹？请问你插这个字是家己插的，也是替人插的呢？我是替别人插的，也替插的。照这里面来看，启宏家不是替人插的呀、啊。哈、啊，竟是飞蛾之秀啊！哈、啊，什么飞蛾
小酒啊！哎，不是什么肥鹅小酒，乃是最快阿秀。此乃十二生肖之首，正是作恶之端。以你你来看，正是夺窃他人之物，低劣恶事，是吗，老哥？先生，你是走过巷的，我是串桥场的，咱家己人啦、啊。这套江湖我无安用本，这套江湖我无安用本，也哪有去偷人的？你咸沙擦下底出来，也恁个酒啊擦下底出来啊！哦，罗氏。嫌你偷窃，所以才如此断言。我只说，这窃窃之人，确实是有。老狗，小心，小心啊！叫你讲我，我无爱用；你讲我，我偏偏才够用。我唔相信，你连别人的死也煞擦下得出来，也别人的死也你要怎啊擦下得出来，也你要怎啊擦下得出来？这其中有个道理呀、啊！你什么道理？那这罗车敢是最爱偷食油？对。老子偷油，偷油老子，先生，不管伊偷油也就是，偷盐也就是，你看日后有啥物是非来杀连累袂？就是连累袂着啊，不下不下就万败咯啊！此位就是那乐昌一日车里不下驾到此关，乃是当今之时，只惊这场官司就无明白咯、明白？真是袂做你明白的哦！哎呀，老哥啊，你敢我是说，你到底是家己插的，也是推人插的？你若说得清，我就指点得明啊！先生，你请坐一下。伊在迄边咧画，我在这边咧穿。先生，我是。哎，老哥，四海之内皆朋友啊！呀，你那是什么为难之事？你尽管对我直说，我自然会退你。拜拜。先生，莫骗你，我是家己插的。哦，是家己插。那是家己插的呀、啊，代志就不得落空啊。此话就算。那这空里头乃是遐里，遐里加上车里，就是串呢。什么条啊断啊？哎，不是什么条啊断，乃是多错啊，哎错啊！先生，你看，他穿的得出去不？那是要穿，就一定穿的得出去，只是，只是这如此生性多疑，那是爱猜当想晒，疑心疑鬼，只惊一落得左条无路，进退两难。到何时啊？那是要穿就穿无咯啊！先生，你真是半仙，确实灵验。我本来就爱疑心疑鬼。
赵先生指点，你看要按倒一个方向走，才会平安无事啊！太我讲，你算算看，车秀转，转秀动，哦，也是东南风较好。东南风。先生，如果你搁甲我算算看，是注意路太平，还是六路平安啊？害我搁甲你算算看，车秀子，子秀水，也是水路较好。当然，水路好，木屑、蒙丹、关上、沙洲。家乡杭州，杭州正是你安心之所啊！这暂时卖是有一只扁船，我扑冲一跳，伊一劈就开，安尼就好了。老汉正有一只扁船，今晚开了苏杭的大官做新年生意，只是那求先生方便，多我一船同去，我一定加付船钱好。哎，人说钱财如粪土，年年得千金，其实船路方便。老哥，你那是无啥气象，就以老汉动船便是。你不是昌利先生？怎么？你是我的儿子的救命恩人，我给他这条性命就算高头你了。你放心，保了这个平安。前一名太本府速速下令逮捕凶手刘阿春。